五秒倒计时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开闸！大风船。 向您汇报一个好消息，我们红旗渠呢取首工程已经完成了，昨天进行了试水，试水也成功了。林杰同志，祝贺你们呀！谢方书记，试水成功呢，说明我们红旗渠工程是可行的，而且是科学的，是合理的，而且施工质量也没有任何问题。希望你们再接再厉，取得更大的胜利啊！好，我们一定。林杰同志啊，目前呢，全国粮食困难的情况还在进一步恶化。 红旗渠这么大的工程，粮食问题，你们一定要精打细算。放心吧，粮食问题我们一定会注意的。林杰同志啊，我联系了新华社驻河南记者同志，他们很看重红旗渠，想去实地考察一下，把红旗渠宣传出去。这也是省委对你们邻县间接的支持吧。好，没问题，我亲自负责接待。方书记再见。林杰同志。 红旗渠枢纽工程的完成，我向你们表示祝贺，但这才是第一步，往后的工作会更加艰巨。另外，我再次提醒你，全国粮食短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，你们一定要量力而行。粮食是我最担心的问题。放心吧，于副书记，您说的这些问题啊，方书记已经跟我们交代过了啊。还有，开山放炮崩石头，非常危险。 一定要注意安全，绝对不能出事儿。好，安全问题我们一定要注意。好，那就这样吧。好，于副书记再见。哎，老李，快说说于副书记说啥了？一个是粮食问题，一个就是安全问题，还有啊，对咱们试水工程的成功表示祝贺。哎，可是老李有一点啊，今年咱临县的粮食大部分地里都没有收成啊，这俗话说得好，家有万担粮。 那也经不住只出不进吧？是啊，这要引起注意。另外就是安全问题。对，现在虽然没出什么大问题，但是在工地每天都有人受伤，而且受伤的人数不在少数。总之啊，万里长征，咱们只走出了一小步，咱们再接再厉吧！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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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水莲呢？没在前面吧？没有呀。哎呀，上哪儿去了？哎呀，哎，走得快快了。哎，你，哎呦，哎呀，紧赶慢赶，哎，总算赶上了。爹，哎，来来来，你别问俺咋来了。那茂林叔啊，整了一桌饭要给恁送行嘞，你妹妹还在那等着呢。哎，怎么说也得吃顿饭再走啊，是不是？啊啊。 走走走走走走走！哎，哎呀，哎，和跑死俺俩了。咱们两家人呐，自打修渠开始啊，就没有正儿八经坐在一块吃顿饭。只是可惜了呀，今天这顿饭呢，是践行饭，以后要想凑在一起，不知道到啥时候了。来，你想聚呀？啊，这肯定有机会。哦，水生。 你说是不？是，对。哎呀，老哥哥，
我现在发愁啊！您看，我们家老二丧亲这个婚事都定了，可是老大这个婚事呢还没着落呢。老石头，你看，俺家水生啊，也到了这个结婚的年龄了。你老丧能看上俺家水生，我还要不今天就把俩孩子这事儿给定了呗？中。 啊，中，爹，你们怎么又整这些封建包办婚姻这一套啊？哎，你不愿意啊？我，俺俩，俺愿意。俺觉得桑弘现在这么能干，要嫁到俺们家，那里里外外收拾都是一把好手。我可是要上班的，我是我们公社的妇女主任。嫁过去了，不用上班了嘛。 女人上啥班嘛？咱满日子过好就行了，在家洗洗衣服，做做饭，带带孩子看看娃，在外边有俺们男人呢，是不是桑叔？哥，石水生，我告诉你，我这辈子都不会一直在家做饭洗衣服的。水生，你咋说话？赶快给桑弘道歉。不用了，你们慢慢吃吧，我吃饱了。 哎，红儿，你这好好的一桩亲事，怎么给搅黄了呢？爹，我姐可是大王屯的妇女主任，您这套包办婚姻，人家能同意吗？我没想包办呐。哎，他俩以前处的不是挺好的吗？ 你姐为了水生，还半夜去偷我的图纸呢。你说今儿个怎么就谈不拢呢？爹，我姐的婚事吹了，我的宁可得抓紧啊。青儿啊，这一般的呢，都是大的在小的前边。那咱家倒好，翻过来了。嗯。 那是怪我姐自己不争气，这个怨不着你。你放心，过两天啊，我去亲家那儿好好商量商量，啊。哎，哥。 哥，这会儿后悔了，你就别当面出俺脊梁骨了。也不知道桑弘是咋想的，前一阵儿你俩不还挺好的吗？怎么说两句话就翻脸了？俺后来想了想，兴许真是俺错。俺之前也没跟他说过这事。再说，这结婚。 也得俩人都同意才行。他也不是那种带孩子做饭的女人。哎呀，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怎么守了这道手续，咱这亲还定不成了。人家是妇女主任，她整天在外边帮别人操持自由恋爱啥的，轮到自己了，变成了家里包办，这谁乐意？ 反正俺是不懂。告别大王屯，红旗渠的建设也渐渐转入更加困苦卓绝的太行山中。千山万壑，俺们要开山而来，但谁也没有想到，进入太行山的第一关太岁山，就成了俺们最大的苦难与噩梦。 哎，慢点儿啊！这太岁山看着挺陡啊。听俺爹说，这是太行山里最险的一段，叫做太岁山。太岁山，有什么说法吗？还有武吉士啊，这事儿你得问俺呀。啊！太岁山，鬼门关，妖气白云，风楚天，大风呼呼绕山转，猴子不敢上，鸟禽也难粘。
风沙弥漫漳河岸，尘烟滚滚把路拦，吼声震得山谷响，上山好比上天难。孙副县长，这地势有点高。喂，你好，我是吴念祖。念祖，我是你国喜叔啊。啊，国喜叔，我娘怎么样了？你赶快回来吧，你娘走了。我知道了。好，行，那你先去吧。好，好，谢谢你。哎，小吴啊，哎，小吴，念祖哥。孙副县长啊，来，孙副县长，水生说，工地上缺一些材料，得去平顺采买。嗯，行，回头我派人去。嗯，怎么还有事儿？俺想自个儿去，俺知道买啥，俺自己去，心里也放心。哼，行，我明白了。那个，你去平顺买材料的时候，万一碰上那个。把你捆起来，那个桑红主任带我问个好啊！去吧。行，那俺去了啊！去去去去！娘！娘！娘！儿子不孝，没能见到你最后一面。娘！念祖哥。你咋在这儿呢？祖哥，你收拾收拾，快赶回去吧。我不能回去。为啥呀？咱们刚进太岁山，太岁山这段更困难。上次就是因为我回去了，那工地被他们搞得乱七八糟的，我不能再回去了。哎，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啊，你快回去吧。还是过些日子吧。等我把太岁山的施工流程做好了再说。念祖哥，你娘可就只有你一个儿子，水莲，你答应我，先别跟别人说啊。姐，你干啥去啊？我准备去趟太岁山，听说那儿修渠不好修。姐，你一个平顺的，咋就那么关心他临县的渠修的好不好呢？关你什么事儿？爹呢？爹
给俺说喜事儿去了。臭小子，那等爹回来了，你跟他说一声。姐，你还真去啊？这两天我仔细想了一下，那天俺说话确实有点过，态度不好，我不想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过去了。就算我们俩没成，我也不想就这么黄了。姐，你那天答应他不就完了吗？干嘛非要这么折腾啊？臭小子，你不懂。慢点，慢点啊！乔姐，没事吧？乔姐，哎，没事吧？我说吴大技术员，啊，咱这都跑好几趟了。这太岁山是咱们遇到的最难的工段，你刚才都不小心差点摔下去了。要是咱们没测量好，那等工人们上山了，那不更难吗？是不是？快走吧。行吧。来来来，慢点，慢点啊！慢点。找你有点事儿，你过来一下。啊，那你们先回去休息吧。嗯，好。哎，燕总，先坐。啊。来，喝口水。啊，谢谢。啥事啊，孙副县长？刚得到一个消息。啥消息啊？你娘过世了。念祖，我跟林书记商量了一下，你赶紧收拾一下，尽快回沙州送你娘最后一程。我不能走，咱们刚进太岁山，这里情况太复杂，我实在是离不开啊。没关系，等你回来咱们再接着干。可是咱们的红旗渠等不了了呀。不管耽误多长时间，我们都等，等你回来。都是娘生父母养的，所以说念祖，你今天一定得走啊，听话。县里都安排好了，一会儿赶快去收拾收拾，工地的事儿啊，你就放心，暂时就先交给我。等你回来，咱们一块儿接着干。啊！念祖哥，衣服俺给你洗好了。是不是你告诉孙副县长的？啥呀？这件事只有你和我知道，孙副县长怎么会知道的呢？俺没说过，俺每天都在这工地上干活，没有时间去跟孙副县长说的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是我真的不喜欢有人天天打小报告。
衣服俺给你洗好了。念祖哥，俺是想让你早点回去尽孝，但是俺最后再跟你说一次，俺没有打小报告。窝头啊，好，你拿，刚蒸出来的，还热乎着呢。啊，慢点。豆妮儿，哎，水莲姐，你帮俺把这个给念祖哥，让他路上吃吧。水莲姐，你不去送送他呀？你快去吧。豆妮儿，哎，这个给你。这是，这个是水莲姐让你路上吃的。那，替我谢谢她。嗨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被我姐赶走的姐夫吗？桑青，你姐在家不？俺来找她有点事儿。真不巧，我姐找你去了。啊？行，
那俺去找找他。念祖，叔，婶儿，我娘的丧事办的也差不多了，我就准备回临县了。啊，行啊。不过你回去了，别忘了常回来给你娘上上香。是啊，常给你娘上柱香。啊，这个咋给你娘上香也不愿意啊？不是，我这次回去其实是想把我娘的骨灰带回去。我没听错吧？把你娘的骨灰也带回去？啊，我是想把我娘也葬临县，跟慧珍葬一块儿。不行，你娘是咱沙州县人，咱沙州县的人咋能葬到临县去啊？是啊，叔，我现在也算是半个临县人了，我也想经常能回来看看我娘，但是我们工地休去实在是太忙了，没有时间回来啊，所以我就想说把我娘也葬到临县去，到时候我就可以常给他上坟了。哼，也不知道临县有啥好的，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县城，把你媳妇儿把你娘都弄回去。是啊。婶儿，我走了。好，好好照顾自己，别为了修渠太辛苦了。哎，念祖，差点忘了，这是你娘临走前留给你的，收好。都快等成望夫石了，注意安全啊！啊，桑红姐，哎，水莲，你咋来了？我是来找你哥的，我不想因为误会我们就不明不白的散了。俺哥，俺哥也去找你了。啊？他去哪儿找我了？平顺。娘，儿子给您换个地方啊。您现在跟慧珍在一起，也算是做个伴儿。这虽然不是什么好地方，土又硬，又缺水，但这不是离儿子近吗？儿子以后会经常来看你。等红旗渠修好了以后，这环境就改善了。慧珍啊，你看，娘也过来陪你了。再也不孤单了。我知道你是最懂我的，无论我做什么，你都会支持我，相信我。
彦祖，彦祖，水生，家里事儿都办好了？都好了。节哀啊，没事了。哎，你怎么不在工地？从那边过来了？嗨，上回咱从平顺走之前，桑叔给俺办了个饯行宴，谁知道，他们人想顺便给俺和桑红定亲。那是好事儿啊。好啥好呀？当时桑红就反对了，结果在饭桌上吵了一架，就走了。俺本来想趁着这次去平顺采购，好好跟他道个歉，可结果去了还没碰上。好事多磨。哎，水莲怎么来了？这傻丫头估计是找你呢。行了，俺不说了，先走了啊。哥。燕子哥，水莲，累不累？俺帮你拿吧。不用不用，我不累，我正好有话跟你说。上次我冤枉你了，你没打小报告，我跟你赔礼道歉，对不起。哎，俺知道你不是那不讲道理人，俺就没怪过你。给俺拿着吧。不用不用，没事没事，走吧走吧。红娘啊，昨天晚上我梦见你奶奶了。奶奶说什么了？哎呀，她就这么一直看着我笑，我这心里挺不是滋味的。爹，哎，等明天呐，给你弟弟把这个婚事办完，我打算回临县一趟，去给他老人家上上坟。另外，工地上我也跑一趟。咱总不能这么一直不明不白的吧？爹，算了吧，我亲自去找他，都没遇见。我们俩可能真没那个缘分。哎，各位乡亲们，承蒙你们关照，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，我干了！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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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好喝好啊！喂，叔叔婶婶们，谢谢大家今天过来啊！吃好喝好，承蒙关照啊！坐坐坐坐，干了！吃好喝好啊！还是来的太晚了。哪儿的？承蒙大家关照。坐下，别忙活了，坐吃点吧。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！师兄，我来我来吧。这多好啊！别站着了。师兄，师兄，你别跑，你跑啥呀？来吧。哎，坐坐。恭喜啊！这么快就成亲了，你这大主任效率够高的呀。哪还有事儿？喜酒俺就不喝了。哎，咋还来劲儿了呢？俺结婚，你心里不痛快啊？俺有啥不痛快的？恭喜啊！俺就是想来看看，是哪个男人敢把你娶进门？这以后日子还咋过呀？石水生，你嘴巴怎么这么毒啊？俺还不能说说了。你笑啥嘛？你都成新娘子了，你赶紧回去招呼客人吧，别让那男人看见了，在这儿被俺磨叽，他心里更不痛快。你就这么盼着俺嫁出去啊？对啊，哼，多好的事儿啊！你这嫁出去了，有人管你了，以后俺得说说你，你以后出去别脾气那么大，你以后跟那男人也留点面子，别那么冲，别那么倔，以后日子还能过得安生点。走，喝杯喜酒去。不了不了，俺不想见你的男人。桑亲这个新郎官啊，还等着你呢，你们俩好好喝一杯的。恁弟呀，桑亲他。
啊？恁弟是新郎官，不是你成亲啊？之前吃饭的时候不都说了吗？丧亲都定亲了，这阵子啊他催得比较紧，所以我们就挑了个好日子把这事儿给办了。那你穿的披红挂彩的。我是他姐，他结婚我不得穿的喜庆一点啊？丧亲结婚啊，那太好了，走咱跟他喝两杯。没事吧？爹，我送送水生。行，去吧。二姐，你等一下。我又不走，干嘛给我包袱呀？姐，你就带着呗，这万一用得着呢？谁知道你这一送要送多久啊？哎，别忘了，明天咱爹要去临县给奶奶上坟。知道了。你弟就这么不待见你啊？还把你往外赶、啊、新婚燕尔的，他俩巴不得家里就他两人。那你爹呢？我爹肯定有先见之明啊，明天估计就到临县了，他还说呢要去给奶奶上坟。你弟这刚结婚家里就冰火冷灶了？这不刚结婚嘛，有他媳妇管着呢。孙先生，经过我们上次的考察，我们最终决定渠县就从这个帽檐石下面经过。哦，在这儿施工，这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对，所以要把这个帽檐石给炸掉，这样才能开出工作面来。这个帽檐石可是不小啊，我看得有十几米厚。现在需要多少炸药？上次我跟小琴大概估算了一下，不会少。这个可不能估算着来啊，这必须得用多少炸药都算得清清楚楚才行，千万不能把渠县给崩坏了。孙先生，这块工程可是个难啃的工程啊，我建议啊，上的人不用太多，必须得是精兵强将才行。嗯，我已经有人选了。哼，走，没地儿看看。好。呀，还带着红妮来看你了。奶奶，我来看你了。茂林呢？哎呦，老哥哥，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石头爷。啊，走，到咱家去坐坐。好啊，走。走走走，哎哎，宝林呐，是上次那个事儿啊，都是俺家水生不懂事儿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哎呦，老哥哥，你说这叫啥话呀？哎呀，不过呀，也确实是咱哥俩有点着急了啊。这个事儿，还是得让孩子们自个儿确定了再说。是是，是不是？是。哎呀。哎，恁家桑红是个好姑娘，俺是认定了要让桑红做俺儿媳妇呢。来来来，石头爷，是我不对，我说话太冲了。啊，没事没事啊，都是俺这当长辈的考虑不周啊。走来，洗洗手，啊，好。来，三红，洗洗。哦。
哎，给俺，俺也沾沾光，也洗洗手啊。哎，给俺，给俺，给俺。石头爷，您多久洗一次手啊？平时像水旺、水生他们要洗手了，俺就跟着一块洗洗。哎，我算是明白了。为什么林书记非要修红旗渠？这儿太缺水了。啊，帽檐的石壁厚度是15米，最好一次爆破就能完全成功，并且还要开出施工的工作面。那地方俺知道，石头硬。根据以往俺崩石头得出的经验，想要一次性解决，至少得打10个炮眼，一个炮眼就得填1吨的炸药。那不是就10吨炸药吗？石生，经验不对吧？怎么会这么多呀？林书记，俺还怕算少了呢。吴技术员算出来了，一次性炸掉厚度15米的帽檐，加上开出20米的工作面，需要的炸药量是1.2万公斤。